玫瑰，玫瑰，哦哦。谢谢，我操了，我破防了，谢谢小刘弟弟哟。感谢皮卡丘刷球。感谢破防了啊！还有2分钟开奖。感谢硬币哥牛牛，蓝脸汉来啦！蓝脸汉不是我吗？先杀我的金克斯，我先打死你一个。哎，94一连败，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你说俺们到底走福星什么玩意儿呢？4、5、6、7、8，把这个撇了。刺客啊！感谢孙悟空、蓝天汉2个鱼丸出面，3个鱼丸出面。谢谢孙悟空、蓝天汉啊！感谢感谢。还有40秒开奖啊！加上吧，老板们出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啊，是3700。把这撇了吧，赢肯定是不可能的了。你祈祷能多打死几个就行了。最好来那种精致连败，就非常的 beautiful。漂亮啊！感谢高级厨师，谢谢燃烧兵团丑陋的蛤蟆，谢谢资深中奖专业户。Nice 啊！这一首精致连败简直是 beautiful，beautiful now，beautiful girl。俺们的宪兵，千万别碰上这倒数第一，我接受不了。谢谢欧皇运气重重重大奖，别，还好。恭喜萧山权志龙，有点生气呀、啊，这再来个2000块现金红包啊！满汉全席海鲜大餐3700，就3700啊！今天必须得出点东西。啥也不出，每天就是一啥也不出，一个也不出，必须得出。大家来点大气，差5个大气，我们这轮福星挑战任务过了。又抽10个了，你别老吓唬我，你那么讨厌呢？谢谢捏大哥下面的卵蛋，谢谢天下了雨。我感觉我要碰上这倒数第一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
千万别碰倒数第一，倒数第一可太膈应了。倒数第一不行，我得赶紧上大师。金克斯整前面不行，他是那啥，他是那个，他是刺客，我金克斯放前面的更完了，更不好打了。哎呦，我这连麦打的是真爽啊，真爽，我这连麦败的太爽了。千万别碰上他，我求你们了，千万别碰上他呀，千万别呀，千万别啊！谢谢呼帕啦。还有七分钟开奖啊，2000块现金红包在直播间，除了满汉全席和海鲜大餐是2500啊。哎呀，又来个九三国，不玩，这把不玩三国。谢谢，我还是红领巾。感谢胖子，他如果再能来一个我们就要了，这现在先不要了。升级应该能打过吧，有双斗士吗？应该能打过。给一张阿卡丽天选，感觉打不过，那打不过别玩了，怎么可能打不过呢？那五人口如果都是一星的，打不过了，那还让人玩了不？你说？大剑可以。Oh my god！ 我的 god！ 不行，不能上老母猪，上老母猪万一赢了，俺们就拉了，千万别赢啊！千万别赢！上老母猪好像不能赢。上了也行，少掉点血。这不递个卡特，我递个卡特咱也赢不了啊，有啥用啊？五福临门赢不了有啥用啊？对不对？这不得赢吗？六连败啊，六连败，六连败。谢谢世界杯来了，还有五分钟开奖啊，2000块现金红包在直播间。除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，3700，兄弟们，不行，碰上倒数第一咱就赢了，千万不能赢啊。谢谢护盘啦，哎呦，我没打死这个劫。感谢呼喷了，恭喜呼喷了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，有没有老板想尝试一手满汉全席的，抓紧时间，出东西了。
这会不会赢啊？这倒数第一，挺弱呀，这倒数第一呀。正在觅食，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这样是不是一定就赢不了？对，我把金克斯跟小绿人互相换个位置，千万别赢啊！可千万别赢，七连败别赢。感谢资深中奖专业户。谢谢资深中奖专业户的麻辣烫，还有2分钟开奖啊！直播间2000块现金红包。别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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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赢！我不要赢，我不能赢，我不能赢，我不能赢，我一定不能赢！好，很有精神。感谢大星哇，还有2分钟开奖啊！拿个卡特不拿，六福星拿了没用啊，拿它干啥呀？你六福星跟三福星的那个就是连麦的奖励是一样的，拿了也没用。好，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到底能不能赢了啊。谢谢蓝林汉的亲爷。感谢呼帕拉十里春风宛如你，谢谢老三门，还有40秒开奖啊！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想参与抽奖抓紧时间了啊！抓紧时间，咻吧，拿下兄弟们！感谢十里春风宛如你，哟呼！谢谢萧山全智龙，给他玩的挺垃圾呀，我靠，没给啥玩呢了感觉。给了点钱，给个刀锋吧，我们这波拉吧。狼哥给个女神令，拉吧找一只刀锋，给上个春哥，这个可以给个鬼叔，或者给个黄图也行。女神泪儿，狼哥，狼哥，狼哥连个屁都没给，
下轮再升级吧，这轮先不升了。无尽春哥加吹风，吹风先给了吧，然后无尽春哥等刀锋来了吧，最后顶一轮，然后我们升级。动，应该能赢，赢得非常的好啊！这一波，这一波赢得非常的 beautiful， 简直是 beautiful。找个刀锋，速度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你俩，你老母驹单挑个分女应该不能打不过吧？啊？你不连分女都打不过吧？哎呦我操，真的垃圾！我要不要全上五费的怪啊？确实经济不太行哈，经济有点差，还是先找刀锋吧，还是先找刀锋吧，小伙子。刚好有个攻速刀锋，我把它拿了，挺好。女神之泪等爆吧，看看能不能福星给爆一个，或者是鸡哥给爆一个，我们祈祷一首鸡哥给我们爆一个，或者是这波就直接就给一个。给巨杀，给火炮，给巨杀吧，刀锋不太需要火炮。来陪我玩玩。有没有猪？
来。给了一把青雨儿，来陪我玩玩。你们觉得这首青雨儿应该给谁？有没有猪给我来一头？给派克吧。这样的话有减那什么，青蕊是造成暴击一次的话可以减甲，没暴击不行，还得暴击。哎呦，我得装备赶紧给，要不然就一胜一败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你装备不给你就一胜一败。这个六福星跟三福星六个刺儿的还不一样，三福星六刺儿它能稳住血。你这六福星四个刺儿，它稳不住血，就有可能就一直掉血。给个眼泪吧。派克青雨好理解，怎么理解了呢？这不携带者造成暴击，目标减少会减少75%的护甲吗？来个女神之泪，来来来来来，女神泪！啊靠！来做个两段吧。有没有猪给一头？来头猪。我闻到的是恐惧。哈姆，哈姆也不要，给头猪，挺烦人呢。剩一只手，看看这波吧，先看看他们到底怎么站位的。稍微往后点，给他拖一拖出来行。哎，吓我一跳！你说他都不是福星，他比我逆扣都多，你说是难不难受？给个眼泪吧，啊，给个眼泪吧，又给个无尽，那给了呗，那就多大点事儿？你老母君，三把无尽。哎呀，忘记换位置了。刀锋杀疯了，漂亮！打死这个卖片的，让你他妈卖片儿！傻逼，傻逼，傻逼！来，我闻到的是恐惧。冲散他们！又忘了换位置了，你怎么？
版本答案吴亦凡。全是我的装备呀，我都不知道拿哪个好，看了半天法爆吧。回去以后立刻换位置，抓紧时间。剩个老破银马都没打过吗？刀锋连银马都没打过啊！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真是佛了。这没法吹，这是随缘吧？随缘吹吧。俺们要想赢啊，就得要三星刀锋，要么就得要三星阿卡丽。否则他就赢不了。那皎月给我整个反甲，连龙爪都没有，给我克死，简直是克死我，硬克。啊！一滴血。科技枪给卡特来一个，刀锋也就这装备了，不行就上青雨，春哥肯定是得要无尽青雨，那巨杀青雨什么巨杀无尽这都可以，随便给呗。阿卡丽都上哪去了？我靠，一个阿卡丽也没有。应该是吹狐狸吧？吹起来。吹狐狸没打过，拿了个第五名，第五名不好啊，我们最好是第八呀。继续下一把，
扣我十分，因为我就十八分，最好就给我来个第八。感谢全村女孩随便。